瑶瑶，你还在生我的气啊？这有什么可生气的？我知道你对我去吉林工作有些不满，但是我真的是为了我们两个的以后。兄弟们，你可别在这磨叽了，行吗？我不可能跟你去。因为我原来在长春那家公司上班，现在有一次机会，我去了吉林的国企，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每回我俩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是挂电话就是直接拒绝，我也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跟他去吉林也有我的苦衷，我也有我自己的事业，况且我的父母身体也不好，尤其我爸爸腿还有病，所以真的对不起，我不可能跟你去吉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东东，24岁，来自吉林，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东东，有请。女嘉宾瑶瑶，28岁，来自吉林，个体。来，有请瑶瑶，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好好好，比他大对吧？对，谈了恋爱谈了几年？谈了3年。谁追的谁？他追的我。你追的，对，我追他。啊，追的他啊，那个，今天是你来要分手的是吧？为什么呀？因为他现在在吉林工作，我啊，在长春，我俩属于异地恋，就异地，是，你们俩谈恋爱那会儿。那时候没有。哦，后来怎么异地了呢？就主持是，人，其实吧，我原先是在长春工作的，我现在在吉林，但是原先我俩相处的时候吧，刚开始挺好，后来就有一些小问题。我的女朋友吧，她脾气特别好，她动不动就给我发火。她一般回家比较晚，所以嘛，晚饭大部分几乎都是我来做。我把饭做好了，我等到我俩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可能是她觉得我菜炒咸了，然后就把碗和筷子一扔，扭头就本进屋。来有的时候你做菜就非常咸，我都告诉你就少放盐，你都得放2勺。那怎么就咸了？我就放一勺盐，它就他一炒土豆丝儿的时候，本来几分钟就能炒好，他都得炒个10多分钟，都最后都变成土豆泥了。什么10多分钟？那菜不得炒熟了吗？要咋吃啊？特别磨叽，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在就是卖衣服的时候，你自己经营一个服装店是这意思对，吗？我正卖衣服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是没有时间去接电话，他就一遍又一遍的在给你打。那你说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然后我也不知道你在卖衣服，你也没跟我说那呀。我那时候不在忙吗？那我不是担心你吗？才打第二个、第三个的。总之你就是磨叽。这不是关心你吗？这跟磨叽对有什呀，么关系啊？他总说我收拾屋子收拾时间长。嫌你收拾屋子。对，他说我磨叽。收拾半个小时就能收拾完啊？他得收拾1个半小时。其实他这个收拾屋子根本就不是我磨不磨叽的问题，嗯，是我压根就不想给他收拾。因为什么呢？你要嫌烦了，你不想收拾，你告诉我呀。我给他收拾完了，第二天完他又造个皮片的。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而且他有个特别不好的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喝酒。那我不是为了维护我的客户吗？关键是你一喝完酒之后，你回家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啊。他一给我打电话，准就是让我去他家给他收拾屋子去，没别的事儿。然后那个什么，钱包啊、手表啊、电话呀。什么耳环的戒指啊，扔的可地都是。然后他东西找不着了，第二天找不着了，他也怪我，还冲我发火。那我都告诉你了，我的东西你别给我乱放。我也不住在你家，我给你收拾还收拾错来了，不现是你在。给我乱放，我都找不着了。行行那行。不是你喝多了的事儿吗？而且他一喝酒吧，在外面就喝的特别多。哎，你跟他去喝过吗？你陪他去过吗？我没陪他去过，是这样的，就是吧，他你说他脾气不好，他一喝完酒脾气肯定就是。更不好。然后那酒吧里什么人都有，你说万一碰上一个跟他脾气就是一样冲的人，俩人再吵起来了怎么办？我就特别担心这事儿，所以我就提出过想跟他一起我去酒愿意吧。去喝酒吗？喝完怪难受的。那为什么我想跟你去酒吧，你就是推三阻四的不让那我你去说呢？我身边都是女孩，都是我的闺蜜，又没有男的，我上哪儿了我都告诉你。再一个，你说我们女生之间谈的话题，你说你能插上嘴吗？你又喝不了酒，喝一两瓶你就倒了，你说到时候咱俩谁照顾谁？我问一句啊，这个怎么就异地了呢？谁要去异地工作的呀？他要去异地工作了。哦，你为啥要去异地工作呀？因为是吧，想放弃这段感情吗？不是想放弃这段感情，就是因为吧，我之前在长春上班，
但是吧，那个公司它底薪比较低啊，它是随业绩和提成走。嗯，然后呢，我现在在吉林上班，这个工作性质吧和长春那公司不太一样，因为我现在在吉林它属于正式工作，就是什么都比较稳定。然后我就特别想让他跟我一起去吉林发展去。当时你要去的时候跟他商量了吗？其实我跟他商量，他同意了吗？他也是不太同意。你是强行去的？因为确实给是我以后考虑啊。好，因为我有自己的服装店，之后呢，我的就是父母岁数这么大了，都50多了，完了身体特别不好，我爸爸腿走道什么的不太方便啊。完了之后，你说家人还有朋友啥的，同学都在这边，你说我到那边了，我这边服装店我都得扔，到时候一切都得重新起步。嗯，听明白了。当时没留他呀？我留了，但是是我也不这么逼你啊。有一段时间我从长春吉林来回通勤，我早上在长春大概是5点钟起床，然后不堵车情况下到火车站是20分钟，堵车大概30到40分钟，然后买6点半左右的票，7点10分左右到吉林，8点之前到单位。嗯，每天我4点半下班，下班了5点钟左右到火车站，然后呢，我也是买5点半左右的票，6点10分左右到长春啊。但是他有件事做的就是让我挺寒心的，让我挺记忆深刻的。你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嗯，我请了10天年假来看他来长春，本来想多陪陪他，让他多陪陪我，结果呢就陪我待3天，剩下7天又跟他那些什么所谓的闺蜜啊、客户喝酒去了。那我不是闺蜜过生日吗？我一人就陪他们1天，我陪你3天。还不知足啊。好，我问问啊，男生你是怎么考虑，就是在你想去跟他异地工作的时候哈，你怎么考虑你们俩的感情的，怎么想的，就是说他跟你一起去是吧？对，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如果他不去呢，你当时怎么想的，考虑过吗？我考虑过，就是也是这么来回通勤嘛，因为我觉得也他一时间可能也是答应不了。听明白了，你是希望通过你自己两地跑的这种状态，你希望他能有所改变，是这意思吧？对，但是吧，我发现就是我坚持了能有半年左右，但是这个财力啊，还有物力精力实在是跟不上。这个京津两地有一些双城记的年轻一族来回跑，啊，看来现在祖国各地还都有这样的年轻一族，挺好，挺积极上进的。问问女生哈，今天是你要分手吗？嗯，对。你确定是你要分手吗？是的。你舍得这个男生吗？不舍得，但是那为什么要分手呢？我毕竟我的服装店也在这儿，还有我的家人啊，朋友。你想分手吗？我不想啊。这女生，哎，你说来也没对你怎么好，你为什么就不分呢？但是我觉得她人比较真实啊，而且她吧，她比我大，所以吧，我觉得她有时候就是挺会照顾人的。她照顾你吗？饭不是你做吗？屋子不是你收吗？可能你也不喝酒，不是你照顾喝多酒的他吗？但是我可能我觉得他照顾人的方式不太一样。哦，明白了，可能就是比较强硬了，或者是命令的形式了。哦，因为他脾气急啊。听他说的不是他照顾他，是他罩着他。对，对，就是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女生坚决要分手哈，不是拿分手做个幌子，让人把工作辞了回来吧？啊，其实想让他回来，但是他毕竟有他的事业。但是我觉得咱们两个还是给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才能考虑以后啊。行吧，听明白了，到底是为了分手还是别的，你们心里都有数，老师们跟人跟明镜一样啊。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看他们两个真的蛮互补的，嗯，一个慢一个急，嗯，哎，另外姑娘，我先问一下，你现在不想去吉林市，关键就是离不开父母，对，还有朋友，你很真实，很坦诚，还有一批朋友，一批大家一起喝酒的朋友，对，我并不是说女孩子不能喝酒，喝酒是要有节制的，但现在矛盾就放在这里。你让一个大小伙子现在这样吉林长春每天双地这么来回，长此以往确实受不了，这个我认为不是长久之计。
这要影响到你们感情的。虽然吉林市和长春市不远，这一点我认为你是要考虑的。另外，现在很明显，你们两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如果你们心中真的有对方，也能够为对方想一想，能够为今后的婚姻生活想一想，那么这道选择题是不难做的，题还是你们自己做。好，谢谢，谢谢伯宏兄。来，沙老师。所有刚才于老师说的一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基于女方对男方有足够的爱。没有这个前提的话，那刚才所有的选择题都是死结，都是无解的。那其实我也理解女生的一些心思哈，就是包括女生聚会不希望男友来打扰，这个说实话确实有的时候是，就是闺蜜在一起聊天不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出现在现场，因为我们骂的就是男朋友嘛，对吧？你们在现场我们还怎么骂呀，对吧？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一帮颜值高的闺蜜在一起会招来更多男生的目光，这样呢这些闺蜜在一起就能享受到一种虚荣的感觉。哦，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呢当然不希望男朋友在场了，你想想坐五六个七八个这么好看的姑娘，然后那边有一帮男生正在看呢，突然出现一个小伙子然后把其中一个姑娘领走了，说这是我女朋友，你觉得还有那么多男生会把目光投给她吗？妹妹，我说的对吧？对，你看，所以这个就是原因。但是说这个的原因，我想跟女孩说的是，活在虚荣当中，这个永远都是幻影和泡沫，早晚有一天会灭的。那些向你投去羡慕或者说暧昧目光的男生，也只是想要跟你搭个讪，没有后续的发展。如果一直活在这样的虚荣当中的话，你的日子是过不踏实的。你现在需要静下心来看一看，谁是真正能跟你过日子的人。如果你要真的想要选择一个跟你过日子的男生的话，他比较合适。但如果你心还没有定下来，你觉得我现在还希望享受在这样的目光当中，那就请告诉他事实，让他走。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男生不应该被辜负，因为他说喜欢你的坦诚，喜欢你的真实，那你的坦诚和真实恰恰就应该在这个时间展现出来，是对他也对你好，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借口和很多的理由其实一下就会被戳破，但是就看你怎么去面对对方。如果你要是用一颗真实的心告诉对方的话，那我相信这些理由和借口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如果你用这些理由和借口来挡住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以他为当作借口来阻止你们之间的发展的话，告诉对方我还爱你，我不希望你跟我分手，那就是你做人的不厚道了，好吧？谢谢。好，谢谢山大老师，谢谢。来，涂老师。啊，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的，等小男生长大之后，这一切终将过去。现在只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但有一些偶像是经不住揣摩的。你比如说，我来揣摩揣摩你吧。他们说你坦诚并且真实，是吗？我不认为是这样。坦诚和真实是因为一个人要把自己真实的一面袒露给一个我非常在乎的人，我不在乎的人我可能会包裹自己，只有在我最在乎和最重要最爱的人面前，我才会袒露最真实的自己，那是因为我在乎。你不是坦诚和真实，你是放肆。放肆和坦诚真实有什么区别呢？放肆就是姐就这样，你爱要不要，我就要喝酒，怎么了？说晚上喝到几点就几点，你能拿我怎样？我真实吧，你爱要不要。但是在一个不成熟的男孩子面前，你的那种放肆和不羁，在他看来倒是一种诱人的洒脱。
但我告诉你孩子，这不叫洒脱，这叫什么洒脱啊？他口口声声说他的应酬是为了工作，其实根本不是，不过是为了莎娜口中的虚荣和纸醉金迷，他喜欢那样的日子，所以就更不要把什么父母当借口。所以我告诉你，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不是坦诚和真实，而是固执的想要放纵自己。你还跟我谈独立，你跟我谈恋爱你还要飘到外地去打工呢，我怎么能跟你啊？我现在一个人，我开这个店你帮不到我，你还让我把这个店关了跟着你去，你帮我看了都别说付租金了吧，你帮我看过铺面吗？你觉得我在那儿能生存吗？这就是现实。我相信一个28岁了做了不少年买卖的一个女人，这些问题她不想，那她都说明她傻，她一定是考虑的。可是这小子没有一个回答，哪个问题回答过？他说的是我不厌其烦地跑回来看你，就这个爱其实爱得挺纯也挺真的，但是这毕竟是生活，所以就是今天这个局面，女生发自心里的话不就这个吗？我要分手是因为我觉得你不能照顾我，我希望找一个可以照顾我的人。你可以不能照顾我，但是你至少能够有对未来生活的规划，也没有。你能给予我的只有你说你爱我，但是你的这些爱是不是我需要的，你想清楚啊。听明白没有？其实就这么点事儿啊，就这么点事儿，也别怪他。3年我相信你们一定有那个甜蜜的时刻，享受到了彼此那种真情付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都不为难自己，也别为难对方，好吗？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瑶瑶，咱俩都3年的感情了，我觉得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你说你为你父母，那我可以在吉林再努力2年，为他们买一套房子了，付一个首付了，然后房贷拿我的公积金来还，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而且你父母身体不好，现在吉林的医疗条件也不是那么差，你就不能再考虑考虑跟我回吉林吗？行了，请亮灯吧。24是吧？年轻时候都这样，不懂得变通，你知道吧？我就是爱，能体会到你爱他，啊，女生，有些时候现实是要考虑，但是真情有的时候付掉了，可能真的也就不再有了，所以这也就是人生的难，多考虑考虑吧。今天反正咱们这个话题也不是说要结婚嘛，我们不是保卫婚姻嘛。我们是保卫爱情嘛，如果你们觉得有爱你们继续再试试，如果你们觉得连爱都没有千万不要凑合啊。男生，哎，谢谢两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好了，一段3年的恋情因为两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带来了很多的分歧，现在这段恋情是从同城变成了异地。男生的想法是因为异地我们的条件会变好，我是在为这段爱做出努力和付出。女生的想法却恰恰的相反，过去你还可以陪伴我，现在连基本的陪伴都没有了，我怎么感受到你的爱呢？所以女生提出了我要跟你分开。这段恋情最后情归何处呢？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当然是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来，请来，请开门。挺好挺好挺好啊，这个就要感谢3位老师了啊，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既惊醒了这个做梦的人，也惊醒了这个做梦的人。好了，这个结局你们接受就是最好的了，真诚地面对自己，不要欺骗自己，因为感情是自己的，时间也是自己的啊。当你发现不合适的时候，真的应该勇敢地说出来，我们